阿奶那里，在路上又遇见啊、哦。现在我们到这里了，又看到奶奶在那里放牛，走过去。拿个饺子给他，拿两个柿子给他吃。准备过节了，都要来看一下啊、哦。我们八月十五是没有空来的，过几天村里面又有酒，所以呢，只能说提前一点来了，来看奶奶。看到奶奶没有？你要来呀、啊？你又来了。看到奶没有？好啦，啊，你昨天弄去哪里？商店啊。你看又在给我包自己，你在你们那个，我们几个啊？看谁是个？小弟弟。没给的。他腌过的，没给。这个腌过的，我还以为是有色口的。你们几多啊？我们几个，只有我们跟那个七八个。来吧，拿个香给你。我拿下去了哇。你慢慢吃，你嚼口才吃，可以留的。我拿开它一样。哦，四个，不要四个了吗？四个，那你要吗？他起，刚刚刚拔的，你起，我们想起了，我三点钟才起的。阿哥，那时候那个红姐给他买了好多东西。是的。放在沙发那里，他以为我们回到家了。你家可帮你扔的快递。进回来的那些补品啊，给阿奶的红姐给阿奶买的。阿奶，还没我们在这里坐都没到二十分钟，可能就十来分钟，就叫我们回去杀鸡煮饭了。我说就不吃了，我说可能今天晚上要赶回去。然后呢，我说我买了菜给他，让他自己煮。我说买了排骨，买了猪肉过来给他，他又叫我们不要买。不卖啦，看你能卖都能卖。好正啊，八月十五。八月十五没得空过来那个，像梅子可能在那边读书，就九点才得回来了。可能过年他都没回到边部。回的，过年你放心，他过年如果没卖到票的话，我可听见这个。我讲呀，过年他肯定要回来过年呢。这下子，还是我没看得到了，你们可喊有见别种的了。你要长命百岁哈！大妹他们带回姑娘去来了，他们上学了。看他两天没叫叫跟你们那个啥啥啊？哈哈，好嘞，好嘞。我会叫你送你长命百岁。阿奶老是说我们老是来看他，老是拿那么多东西给他，那么好，怎么还得起？我说以后等两个小家伙毕业了。然后等阿奶有一点钱了，就请我吃一碗粉就得了。他就笑嘻嘻的，阿奶啊，请我吃一碗粉得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阿奶说，不然怎么走过来？哈，没叫叫啃你们了，快笑笑了，走。嗯，好的。继续给他提报，邮件每个快的得了。你们真好啊！我啊，那要还得挣你们的钱。那有还了，有没要你还？有蚊子好多，你们带蚊香来。看一看，你好在他走开那块来，那小鸡快去呀、啊。去哪了？牛都不见了。可能到那上面去了。让我看过去，小鸡快前去了。去看一下牛。来，上牙之前。刚才是你们爷爷，你给他几包钱？爷爷没有管。我也要赶牛牛，我也要赶牛牛。哥们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刺头婆，我们那里叫。可以粘头发的，知道吗？我也要玩。以前还小，以前我们还小，也是去放牛了，是拿来抓人家头发。好玩吗？好啊，他给你摸啊、哦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呀、啊、你！
贵呀、啊。啊，你都你头发很多了对。喂。你放学啦？还要等一下，六点钟还要集训呢。还要去集训啊？等一下六点要去开会。嗯。哦，还这么辛苦。什么？那他们想卡你吗？我很想捞。我放来给牛吃。我唱到人家了，有困难现在少给，啊，到带带叫我蹲腿再夹给我。哦，那个绳子。就话短腿一只脚噶啦。做咩短腿一只脚？我一只脚好笑啊！你叫手机短腿一只脚。哦，怪大大笑起咧，那手机有一只脚噶就话。嗯。吃了饭了吧？吃了。好像长胖了是吗？还感觉脸圆。哎，好像感觉那个脸圆圆的。对，准备过节了，记得给红姐发个信息呀、啊！啊，嗯，嗯。哟、嗯。那你拿个东西去给你，还有肉、排骨、猪肉在这里面。刚刚煮好菜，准备吃了，这家伙已经饿了。如果我们不来这里，这就是奶奶的菜，她一天的伙食，一块肉都不会买的，不会放。冰箱都有。冰箱有，她也舍不得煮，就一点点剁椒。好，准备吃了，拜拜，媳妇。留给你吃，拿块肉香啊。那结果你被打没？后来他只要一个啊，结果又被你磨了，你就长长了自己的骨科，牙齿多少？那还有一个哪个？那没那个。我给你打了，打了是不是？好吗？好。给他给。我讲你要不？那他们得了。给他给。那牙怎么不？还要抹擦不？等不给你啊。过几天大妹回来就给大妹吃就得了，他们在家里吃就得了。老是叫我们拿回去。还没买的，我没要的。还有童妈妈这里给了1000块，嗯，给了1000块给奶奶过节。跟太公子给打发发。嗯。1000。一发。看来我只能有机会，我的机会就是等下次再给他。感谢童老板，这哪里是拿去花，拿给奶奶了，拿去给奶奶。对，谢谢童老板啊，老板必须要发财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么聪明了，就放那里。不要放香菇。奶奶，你自己给我吃。放这里，等一下吃。奶奶，给我吧。一个人在家都要9点钟才都吃的，走了。等到拿树叶帮你撒好了呀，啊，那就把东西把那些东西拉呀。等过后天阿梅回来，你也跟踪的。看来也是老是拉的，我舍不得回去又不舍。你们长好，你长好我那是还的。没有还的，天降几阵还嘛。你身体健康，他们不是一分嘛。我昨天也是没得啦。你们也挺有福来的啊！啊，你卖东西，他是来你们卖偷偷的哦。嗯，羊们呢？嗯，对吧？从空单购物的时候，你们把你们管好。哈哈哈！那俩搞得胖了，那大家要送你们。听得懂奶奶说什么吗？他说狗都来送你们。对，狗都来送你们。他说我们真好。哎，走了，安娜啊。
你记得拿锅翻给他就得了啊。你们高贵没有的。来，我多拿一样钱，快点。等我先。广东的老板给你，不是我给你。你等我先。那个阿弟当时，我们是阿弟，一个是喊阿弟哦，他刚给你过节的。给你1000块钱。没给，没给。又不是我给你，是他。又不是我给你，没给，他给你过节买菜吃。也好好玩的。我没去沾他的光哦。是啊，那啊。我也沾他的光，我也沾他的光啊！没事，我们给你，老板给你。是老板懂。你去给他买菜吧啊！再讲多姐啦，多姐啦，给你买菜。拿着啊！哎呀你可见一下，再放在洗衣机过拿菜。我箱子过又过你箱子了，你见一下。没给，没要。他给你的钱我干啥？给你，我们该要了。等下他拿我的啦。怎么挨雷劈？你再来。他给你用的，你就拿嘛啊！拜拜。爸奶奶回家啦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问吧，其实共同箱子有1000块吧？进来吧。那小狗狗也在那里送我们。回去了。快去了啊！走好远好远，他还在那里。